专弘专修的净土道场，在农历七月份是否要诵一个月的地藏经？没有必要。这如果说诵一个月的地藏经，或是诵一个月的普门品，那是特殊原因。这个地方遭了大灾难，很多众生死亡，这个是替他们超度的，替他们送的，不是自己需要的。这个地方有大灾难，我们念一个月观音菩萨，念一个月普门品，求消灾免难，为别人的。这个要懂得，为自己求生净土，决定是一门深入，绝不夹杂。